關係咧，即係會唔會都好似我哋親兄弟姊妹嗰啲咧，九下九骨啊嗰啲啊，大家好相處啲咁樣？我哋都係正常嘅兄弟姊妹關係嚟嘅，都係會打，個個企都會咁嘅。係啦，家就少啲打，細個就打，即係都係會嗌下交啊，但係又轉頭又好快冇嘢，即係好快又冇嘢咁咯。我諗個個屋企嘅兄弟姊妹都係都會經歷過呢啲㗎，係即係你唔會嗌完交之後面咗咗㗎嘛，即係你嗌完交之後大家喺廁所撞到度，喂又冇又冇嘢。係啊，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兄弟姊妹就唔好擺喺心度咯，有啲乜嘢即係你攞出嚟講係冇問題嘅，或者你啲朋友有時鬧交咁都咁，鬧完咪算咯，過去咪算咯。咁即係嗰啲唔會成日都喺你中間咧做嗰啲壞事。我唔會㗎，即係我個由佢哋自己自由發展啦，呢啲有自由戀愛嗰個世界。係啊，即係唔好太，因為我成日覺得即係我始終都係第三者啊，即係第三方嚟㗎嘛。所以不應該俾太多意見咯，係啊，即係由佢哋自己去磨合去相處是最好的。但亦都有話，即係大家如果有心事啊，或者想彼此之間啊，或者係close friend 啊，即係兩個大家都同樣都係 common friend 咁樣，即係會唔會大家都傾訴下，或者係揾第三方幫手解決下咁樣？都會傾下嘅。都會嘅，不過就好少咯，即係我又好少特登。尤其是感情的事情我就比較少跟家人說的，還有又沒什麼特別大的事發生，所以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說，挺好的，平平淡淡的，平平淡淡的，